拖一拖一。哦，咬一下！哦，又咬一下！哦，终于中标！呜！哈喽，我是干干的叉咪。啊，我是干。啊，我是手干鲤。我是泡泡大石头叶。OK， 对。那其实龙眼他最近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，其实他这边大部分都会去做一些环保的大事情。对啊，他的副业。对。那为什么要称为干干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干干干干，熟悉的水管公路。对。然后呢，立中手杆我这边路亚，然后再挑战一次水管公路。OK， 那就让我们 Let's go。夏天呢，不在乎就是做什么样的钓种，耕鱼啊，耕鱼吧，对不对？那耕鱼呢，像这把耕鱼大师，其实我今天就使用耕鱼大师。其实我今天要的它的是它的敏度，然后跟它勾0.4克，然后配我们的 HR 的小金虫啊，金虫啊，怎么变金虫？怎么变小金虫了？对啊，然后就来试试看，因为海莲它本身是吃飘落，所以我克数会选轻一点。对，它最近嘴巴比较刁一点，真的，都吃很小的东西了，太大都不吃。OK， 那我来等下来试试看。哇！哒。大声的吗？大的。拖哎拖哎。哦。哎。哦。别知道。我下线没拖哎。哦哦。海蝶啦，对吧？海蝶啦。海蝶啦，你跟人家比较大只而已，好不好？还嫌弃人家。OK， 哦，这好大，这大哎，这是大。这是大吗？大，算不错的。算不错哈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有40吧。嗯，对，30几块40啊，可以啊，不错啊。OK。大的。大的。OK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捕什么？钓鱼。大。没有鱼啊。对，现在。我离子这边了。我现在用的是手杆，神奇的钓组，叫做手杆勾垃圾，手杆路亚钓组。然后它是一个上面是三个豆豆，然后加上下面一颗中通签，还有一个钩子，还有一个软虫。那这样也是可以钓海莲的，各位，就是不要以为手杆只能玩饵的，还是也是可以玩路亚的东西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这也是可以钓海莲的，刚刚也是有咬的。那我们就放下去，然后让它沉，然后跳它跳起来一下，让它缓沉。哦。这只也不错，干干连，好，去不会掉下去哦。这个是刚刚那个是查明的尺寸，那现在我掉的是离子的尺寸。你说哦，离子的手那个手臂的尺寸，手臂的尺寸，它比较瘦一点，还是香明尺寸。OK， 先霸下啦。OK， 钓鱼，霸。飘过来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抖动它了。哦，咬一下！
等一下，但那是那应该没咬中，咬到而已，咬了两下。是今天。我刚刚下去就比较靠近好。能那种零秒出手开箱吗？哦，终于重标！呜，哇，这个胚，不会再多个吧？咖喱猛！哇，洗塞嘞！假哦！我看怎么洗，这怎么洗？哎，它整个勾到下颚应该是稳稳的啦，就是。我怎么起？我啊，我好大了，对啊。当你遇到东西太重的时候，你就要抓线，还要抓线起。哎呦，对啦，一脚印，慢慢提线。哦呦，哎，大只的嘞，有，干猛，重标可以的。呜，来吧！哇，这一只，哦，这只离子也不简单，这只也是差不多三十码还是三十几？干，某某，哦，真的重标搞超久的，好累啊。对，哦，吃的打的位置很漂亮，刚好是下颚的地方。OK， 拜拜。有了，终于了！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